人家都说考进县中就算一条腿进了大学了。你兄弟真有出息。我弟弟来信说，我妈听说他考进高中啊，都哭了，说是一年的学费得1000多块呢。哎，那是干嘛的？今晚海牛队有场球。看球他喊什么？城里人吃饱了撑的。啊，来了。客人都来了，人怎么还没到齐？林经理，离晚八还有20多分钟呢。林经理，哟，哎呀，林经理你好，你总算露面了，怎么，来还钱来了？前段时间我陪孩子看病了，哎，廖伟在吗？啊，在，我领你去。哎，好好好。乔妹，叫他马上来上班。哎，快去。哎，请。好好。宋老板，你们家电话为什么老也挂不通啊？我把他掐了，是个好办法。喂，是我，怎么样了？他不想见你，饭也不肯吃。你把电话给他，我跟他说啊。涛涛，爸爸让你听电话，来呀。他不想跟你说话，待会儿再打来，我再跟他说说。行，就这样吧。哎，你这个5毛啊，没钱。哎，你怎么不给钱呢？进来。廖总，宋老板来了。廖伟，我出去带孩子看了看病，回来听说你找我，我就赶紧来了。你看，不是我躲你啊。快请坐。好好，电话。嗯。喂，田园大酒店，啊，陈经理、啊，哎呦，找廖总。谢谢啊。他不在。不清楚。好的，再见。你们谈吧。啊。我这次来是那笔钱的事儿。款准备好了？我哪有钱呢？老婆下了岗，就孩子这病，一天得好几百。占着这么好的地界，挣不出钱来。咱们的合同早就到期了啊！是你迟迟交不上款来。宋老板，你那个店应该归我了吧？您看您这儿财大气粗，我就那么丁点小门脸儿，您要是把它收回去，我这一家老小连个落脚地方都没有啊！麻烦你给接个电话啊，接啊。喂，田园。廖总啊，廖总他不在啊。什么？你有事儿啊？债务？什么债务？好，我一定转告他。再见啊。你明白了吗？这么着吧，宋老板，咱们换个地方谈。行行行，随意随意啊。冬梅，怎么样？王所长他们刚走，人已经送医院了，大概没有问题吧。你别害怕，只要人死不了，我在外边躲2天就是。谁让他弄我儿子来着？他自己找的。儿子怎么说呀？儿子说，爸爸刚放出来，怎么又打人？妈妈，我要吃。说你不是个好爸爸，还说不让你回家。你跟他说，他爹是好人，没干坏事。啊。要不，去我舅妈家住2天吧。哎，你别再喝酒了，听见没有？行，你别管了。王所长再来，你就说不知道我去哪儿啊。就这样吧。看什么？
先生请。这面多少钱？阳春面10块。嗯，汤呢？面汤20。这种人就得这样治，要不他会天天来喝不花钱的汤。这年头有不花钱的东西吗？还城里人。我不是不想还，我实在还不出来。就这孩子这病，耽误的我什么事儿都干不成了。要不再给我几个月啊？孙老板，你孩子的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，眼见的是好不了了，我就是再给你3年2年呢，你不还是照样做不成吗？廖伟，这孩子要是没了，那我也没办法。我的情况你也看到，当初和您签合同就是看您读过书，您和别的生意人不一样，进了生意场就一样了。有句话你听说过吧，在狼群里就得学会狼叫。观众朋友们，观众朋友们，现在开始入场，请大家全场入场，不要着急，请观众看清手上的票号。我们的计划就是这样，你们明天或者后天播出，然后以我们公司的名义向全社会呼吁，向青年艺术家，是歌星，在这儿就得说青年艺术家，不是已经唱红了2首歌了吗？我们向全社会呼吁，向青年艺术家献爱心。你们做跟踪报道，最好每天1期，让全社会的人都关心他的嘴，炒得越热越好。会有许多人去捐款，哎，派几个小学生，每人拿一个储蓄罐，往病床上花那么一倒，全是1毛1毛的，效果一定感人。那你们做什么？当然由我们干的了。等炒到了一定的时候，我们公司宣布出巨资送他去上海治病，并请一流专家，当然也有可能请不到了。最后，他呀伤愈复出，重登舞台，我们已经请了一流写歌的，专门为他写了1首歌，你们说这歌能卖钱吗？嗯，周老板，嗯，你们东亚公司的算盘也打得太精了。可你算过没有，这卖袋子的钱够他治病用的吗？嗨，他得的只不过是口腔炎，刚出了点小名就装上了，小人得志。哎，我算过了，就治他那点病啊，连群众捐款都用不了。可问题是怎么让母鸡变鸭，让大家都相信他得的是口腔癌呢？哎，小慧，你真聪明，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。咱们今天晚上一定要抓住宫野红这位口腔科专家，只要他一句话就全齐了。多少钱？10块。把汤退。什么？退汤？世界上有吃面条退汤的吗？世上有1碗面10块，1碗汤20的吗？你这人耍无赖！闭嘴！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我要耍无赖。哦，好的。你今天就有麻烦了。少废话，把汤退了。退不退？先生，这是退你的10块钱。瞧不起我来吗？对不起，大哥，要是让我们经理听见了，会和我们讲清的。求你了。这是我的单吗？是。给我念念。葱油海蜇18块，清蒸鲳鱼1条，42块，香酥鱿鱼条28块，还有腰果虾仁30块，四川辣子鸡38块。周老板，嗯，你得快点，今天晚上我们转播高雅音乐会，我必须得到场。哈，没问题，咱们呢到了那儿就办事儿，办完就走。
我还在向那家酒店老板要债呢，他欠我27万。关总，哎，合同拖了一年多，这半年你又老躲着我，我已经算是对你仁至义尽了。这么着吧，宋老板，回去你准备一下，回头我派几个人过去。哎，廖总，你想想我的孩子，我要是没了收入，这孩子就完了。进来。进来吧，跟总经理说说。怎么了？他给客人买单的时候给自己开了2条烟，被客人发现了，现在外面正闹着呢。你去向客人道歉，把他们饭费打7折。嗯，他呢？辞了吧。好。老板，我这是第一次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原谅我这一回吧。快去办吧。老板求您了，我来了3年多从来没有犯过错，我家里九娘又有病，他们还让他从前厅走，让所有的客人都看见他。老板，我求你了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有话好好说。求你了，我不想走。林经理，客人都等急了。老板，请求原谅我这一回 吧，原谅我。宋老板，我回去马上办手续，把店盘给你。廖伟，当初你是知道我儿子得了不治之症，才提出拿我的店做抵押，借我那笔钱的，是吧？师傅，给，谢谢啊。哎，大吉，慢走啊。啊，再见。小姐，慢走啊。哎，快快，啊，快开车。啊，快点，快点。怎么了？咱又占便宜了？他忘了找钱了。真的？多少？8毛呢。嗨，嗨什么嗨？嗨什么嗨？8毛钱的好事儿，你碰见过几回？就你，多挣一分钱还得流一身臭汗呢。对对对对，你说的对。白捡的吧。我的意思是说，那要是8块钱多好。哎呦喂，你想得美，8毛钱就不错了。哼，人家又不是傻子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就是不听，现在怨谁？明天再来，咱们结账。以后到了别的地方好好干啊。现在谁还能瞧得起挣力气钱的呀？人家都是坐在家里打打大哥大，钱就自己回家了。那还有躺在床上挣钱的呢，你还是挣自己力气钱，花着才舒心。我说你这个人的志气呀，就跟你的肉一样，一辈子不会再长了。看见你这样我就烦，不下去停车。老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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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嘛呀？停车。哎，我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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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。坏了，坏了啊！哎呦，走走。哎，你好。啊，警察同志，他不知道，他这就走。对对，随便停车啊！新颁布的交通管理条例学了吗？学了。没学呢，他识不了几个字，还没学呢。发了，你们为什么不学？不学怎么上路啊？哦哦，他学了学了，他晚上都不睡觉，一学学一夜呢。好了，明天到交通大队来一趟。哎，你说你就这么给他了？不给不给能行吗？你什么胆儿敢跟警察讲理？今天拉倒吧，你回家吧，我正好去看球去。你说是瞎了眼，找了你这么个窝囊废，你去看球吧，海牛是你爹。俏妹子真是，算得倒霉，只要海牛今天能赢，看着一个大款似的，看你账单可仔细呢。哎，快，我鸡腿没吃完。哎，胖子，你把鸡腿拿。哎，对不起啊，鸡腿快快，快走，我叫了车了。看你是干嘛的？看球的，看球的，嗯，这么跟打架似的。嗨，球迷都这样。Thank you.
你女生旅程寄了吗？哦，寄了，家里明天就能收到了。你兄弟真行，可不，他从小学习就用功。我出来的时候啊，跟他说了，只要他能上高中啊，我就供他。秀秀，秀秀，哎呀，秀秀怎么了？快点来人呐！快去叫人呐！你们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叫人呐！秀秀，快来把他扶走啊！老刘不好了，你楼下舅舅出事儿了。快走，快走！林经理，不好了，厨房出事了。队长，队长，你们当心啊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我来换，我来换。好好，当心台阶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想办法止血，拿东西了，快！桌布袋，随便什么东西，随便什么东西，快！来，怎么了？快，来，拿！请父亲，请住，请住！前门，前门！抱着头，当心，当心啊！来，往这走。慢点啊，慢点啊！当心，当心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来，这边，这边。有什么事儿？这边。到底怎么了？当心，当心啊！你怎么了？来来来，出租车，出租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来，当心。哎，你找别的车吧，当心点，当心点，快，快点，快点，先到啊，啊，先走，你怎么回事？这可有警察，先进去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你怎么那么笨呢？扶他腰，扶他腰。哎，对，哎，慢点，好，我走。啊，去哪儿啊？啊，钱带了没有，同志？到铁路医院，铁路医院知道吗？好，快开车。哎，当心点啊，当心点。哎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哎，你好，铁路医院急诊室，找谁？宫野红，他不在。对不起，他早辞职了。他现在自己开业呢。如果你在一大堆穷大夫堆里看见个大款，身边有个三陪女郎，那就是他。干什么？动手术？你知道他动手术的价格吗？让我说说。好吧，那我也拜托你了。如果你找到他，告诉他把孩子这个月的赡养费赶紧送来。再见。吴大夫，您的嘴可真狠呢。人家哪是三陪女郎啊，听说宫野红已经和她订婚了。真的？不干三陪了？那一天三次，一次两片。这就完了？我从家骑车到这还40分钟呢，你5分钟就给我打发了。能骑40分钟还有什么病啊？哎，不行，你开的这药啊我家里都有。那就吃家里的吧。哎，你给我开点别的吧，我妈心脏病，你给开点治心脏病的怎么样？这病啊离你妈的心脏远着呢。小梅，下一个。哎，你开不开啊？哎，哎，我是二位，哎，要药吧？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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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不要壮阳的，让开让开，这组成秘方，你放心吧。哎，别慌，我来了。来，当心当心当心！不是，不，给我给我给我！当心，你扶着他头啊！当心啊！注意台阶啊！快快快！急诊室在什么？快急诊室！往前往前！哎，看着点！我说你大夫，你看着点！大夫，大夫，那边那边！小梅，慢一点，准备急救包呢！啊，这个这边这边，把灯打开！当心当心！来，当心！当心啊！大家不要乱，怎么回事？好像脖子断了吧？好，大夫，他是。怎么伤的？是被盘子割的。被盘子割的啊！纱布，给，准备缝合包，纱布桶，知道。纱布，纱布，再给，再拿纱布桶来。把针盘拿过来。通知外科，通知血库，通知院长。瞳孔直线3大，测量血压，快，怎么样？来，你们先让开，不要影响抢救。走吧，走吧，出去吧。心脏监测仪，呼吸器，快。好，知道了。动作要快。准备吸引器，知道。吴大夫，血压不稳。知道了。血压抽好了没有？失血太多，血管不好找。把试管给我，来，帮我扶一下。哎。小王，小王，快！急诊室有急诊，要大量血，先验血型。好的。哎，让开，让开！来，让一下。吴医生，来，马上就好。
呼吸器来了，他怎么？快点，激动，颈部血管割断了。报吴医生，我来吧。心率，心率130。心脏监测仪来了。多准备输液架。好。小李，电机接好了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吴大夫，他失血过多，马上输液。准备器械，吴大夫，你看，快看看麻醉科有没有人。知道了，还没有人在。动作要快。嗯，一天站6个小时，一身的臭汗，真是的。哎，咱们去游泳去吧。嗯嗯，好啊。刘大夫，你去吗？我不去了，我要回家看儿子呢。还不是去吧？楼下有个急救病号，好，啊，马上就到。帮我压住伤口，快！牙冠紧闭，撬开。准备压舌板。压舌板。撬不开。再试试吧。不行。病人怎么样？牙冠紧闭。大镊子。开口气。刘医生，生前吴大夫怎么样？输液进不去，血管瘪了，针头插不进去呀。切开静脉，手臂2条，脚上2条一块输。知道了。把伤口处的头发剪掉，准备静脉切开包。是。哎，让开让开，把衣服也剪开。让手了。纱布。好的。镊子，快。15升的盐水。钳子，我来。静脉插管切好。纱布不够，我去拿，快点。吴大夫，我自己来。你说这孩子还能救吗？你的孩子？不是，是我们店打工的。他怎么了？自杀？摔倒了，被盘子割的。哎呦！你是老板？我不是。你们老板呢？出了这么大事儿，他连面都不照啊！哎，哪位？李明。你小子，怎么着？听说你替副处了？没意思，你说什么有意思？这年头在机关里提拔了，不就是事业吗？羡慕我？哎呀，我让债主逼得连电话都不敢接，你羡慕我？啊，还那样，两头受苦。跟你说句话，你可能都不信。这每礼拜一呀，我是硬着头皮来上班的。愁啊！开不出工资来，满脑门子官司，这笔账补那个缺，这笔资金怎么计划着补哪个漏洞？对，累，为好人的名声所累。真的是好人一生平安吗？我觉得好人没好报，真的。廖总，出事了！马上准备止血钳，多准备一些。知道了。血型验好了吗？血管瘪了。还没有呢，去测一下。小心点。好，小李，快去。好的。放心。刘大夫，你怎么样？能坚持住吗？氧气开大一些。血拿来了，它是 AB 型的，血库里还有多少？只有800cc 了，我都拿来了，先输上。吴大夫。院长，这个病号的颈部动脉估计被切断了，现在断裂血管无法寻找，它是 AB 型，可我们只有800cc。先用上，我就打电话向别的医院求援。一定要快啊！有这么严重？哎呀，您是没见到那血呀，廖总，我看这孩子危险了，真的。这样啊，你赶紧到洗碗间
让当时在场的人先别走，我给派出所打个电话，让他们来看现场。这不是凶杀。我知道，万一出了事儿，他们能开证明啊。哦，对了，你查一下陈律师的电话号码，咨询一下，要是出了人命，我们该赔多少。好。他多大了？19。他来多久了？我怎么没印象啊？他叫王凡秀，他进城还不到两月，上个月才来我们这儿。他跟我说，他弟弟考上了重点高中，他是为了多挣钱供他弟弟上学才来的。这是一条人命呐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他家在哪儿？五连，开车不到2小时。我去医院，你带个人开着我的车把他父母接过来。好的。到了他家，含蓄着说，这孩子就是能治，没10万20万拿不下来。出血太多，看清楚，动作要快，不要乱架。对，好，再来，往左，左，钳子，出血速度要快，把止血钳扶住，加压输血，钳子。啊，吴大夫，气压上升，收缩压14千帕，舒张压6000帕。知道了。光压迫也不是办法，断开的血管必须马上找到。手头没有血，不敢动。还有多少血？已经不多了。输白大白。好的，派个人。好，小赵，哎，你来一下。附属医院有血，去拿一下。哎，好的。吴大夫，哎，怎么样？现在需要大量的血，主要是病人失血太多，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行，恐怕得外请专家。好，我马上组织人去办。院长，最好请附属医院的张浩文教授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啊，吴大夫，嗯，病人的情况怎么样？够呛。先不要急于打开切口，等血压稳定再说。好的。糟了，我没本，千万别出事。什么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净添乱。快停车，前面是红灯。别别别，救人要紧，我今天就无照驾驶了，坐好。啊，警察不会抓吧？抓谁呀？我这是见义勇为，还抓谁呀？坐好啊。请停车。哎，大哥，我这是见义勇为。哎，我停车。哎，我等会儿见。你给我停住，停住。3号岗亭请注意，有辆白色拉达驶向你处，请查处。开了10几年车了，从来没这么痛快。小心，小心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前面有警察。嗯，又一个，走你，走我。中山路口请注意。刘总怎么样？听护士讲人不行了。人在哪里？在那边急救室里。再跟第五人民医院、海军401医院、市立医院联系，争取把所有的 AB 型血全部调过来。没车就打出租。院长。哎哎哎，院长你好。你是？这是我们老板，廖伟。您看这孩子还有救吗？嗯，难讲啊。院长，你们一定要想想办法，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帮助解决。救活他可要花一大笔钱，希望老板早准备好。院长，院长，张教授怎么到现在还没来？李军已经去了半个小时，一定要看住。好，好。哎，院长，哎，大夫，让开，别挡路。你在现场，怎么回事？说是盘子哥的。哎，我是廖伟，说吧。嗯，我知道。嗯。哦，张教授，病人呢？在急救室。为什么不进手术室？来不及了。情况怎么样？他的颈部动脉被切断了，严重失血。啊，这边请。好。好啊，又是你！你无证驾驶闯红灯，你看我怎么治你？怎么处理吧？我怎么处理？我都可以拘你，知道吗？抓我？嗨，你是什么人？我不敢拘你。哎，你看着血了吗？我这是见义勇为。我这是见义勇为，我怎么没看出来啊？大夫，你证明一下。哦，警察同志啊，哎，他说的是真的。
他是帮我们拿血浆的，有一个打工妹啊负了重伤，急需用血。这么说你是见义勇为了？那我也得进步啊。哎，就是见义勇为也得有照开车，更不能违反交通规则，你知道吗？这得一定注意。对对，现在我不是跟你讲道理的时候。哎，你别高兴太早，事情完了我再找你谈。大夫，有什么院长说中心血库还有两千 cc， 马上去取。治收好。哎，你等等啊！你等等，你开慢点啊！哎呀，准备被他开到了，小王，快！明白。病人血压已经上升，只是还不够稳定，大概情况就是这样。哎，宫野呢？叫宫野做不就行了吗？宫野辞职了。辞职？为什么？收入、职称还有红包。张教授，我们开始吧。好。给张教授腾个位置。好的。血暂时止住了，被割断的血管还没长。再准备一副青奥办的手套。是。心率正常。血压收缩压14千帕，舒张压6.5千帕。要打开切口，找到断裂的血管，这需要大量的血。啊，我去。先来壶菊花。哎，好的。一会儿点餐。你们老板在吗？在。叫。请等一下。给我们3斤纸，小姐。还不错。咱们就坐那儿吧。来，一会儿他来了，奉承他两句。这小子傲着啊。有什么可傲的？不就是个拔牙的吗？嘿，小慧，待会儿他来了，可千万别这么说啊。来，这小子去英国留学几年，本来是可以留在北京的，为了所谓的爱情，到了咱们这儿铁路医院，结果呢，老婆跑了，职称也没有评上，一气之下就辞了职，现在自己开诊所。一个手术1000多，火着呢。哎，喂，是啊，我们已经到田园了，你们在哪儿？啊，看见了。啊，来了，请。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著名的口腔科专家宫野弘先生。啊，你好。这位是电视台的记者。这位是宫野先生，女朋友。你好，你好。请，请坐。朱先生，嗯，您请人吃饭怎么跟绑架似的？啊，主要是您的大驾太难惊动。哦，这两位是慕名已久，一起来坐坐。哎，你们说，这叫什么道理？这么一位专家，英国留学6年，哎，连个高级职称都没有评上。哎，周先生，咱们进正题吧，待会儿我还有事儿。慢点放。知道。病人生命体征比较稳定，注意出血点，可以探查伤口。在哪？好。动作慢一点。压住！注意出血前，注意出血点。快！纱布，快飞！再来纱布。护士长，血压下降。心率也加快了，血压继续下降。延长导口，手术刀，快！导口往上切。好的。镊子，快！拿过来，轻点。找到了，血管长大了。血管长大了，找到了，真不容易。抓紧时间，大夫准备，准备缝合。中原针6号丝线，动作要快。血来了！怎么回事？又出血了。观察血压。怎么搞的？毛手毛脚的。我一着急，我就……你看你。血管缩回如底，那怎么办呢？找宫野，快找宫野！这种手术只有他能做。哎，请不要拍好吗？我还不了解情况。只要您抽几个镜头，公布一下他的病情。我还没看见过病人。啊，我就有他的病历。您只要说，他得的是口腔癌。啊，这样吧，我先看病历，然后看了病人以后再下结论。阿红，哎，一点小忙，帮了吧。你跟他们谈好价？这个好说，好说嘛。
你看。哦，宫野先生啊，等这次活动一结束，我们东亚公司赞助你一个实验室。那是另外一回事，等我看了病例再下结论，好吗？那我先走了，你走。那你请便。好，各位对不起，我还有些事，先走了啊，再见。再见。那我也走了，再联系。怎么办？不理他，咱们干咱们的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先公布出去。他不说，自有人说。拨通了。嗯。你好，你拨通的电话是3354367，现在主人不在家，有事请您留下电话号码，谢谢。没人接，他不在家。不在家？他能上哪儿啊？再拨。哎，他有没有呼机？不知道。宫野，我是吴一梅，医院里有个紧急病人，请你赶快赶到铁路医院急救室。各路口注意了，各路口注意了，我们已经穿过了莱阳路，往彰化路口行驶，请给绿灯，请给绿灯，完毕。应该飞蛾破烂，错了，这种人就相当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。太好了，你再把他呀彻底从球迷的队伍里头清除出去。对，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战略的高度上来看待这个问题。什么叫足球啊？足球就是和平时期的战争。多了，看不清楚些点，把伤口压住，不能再动。加压输液，知道。准备器械，钳子。张教授，血压突破了。再来。血还没到吗？车走了一会儿，还没回来。再输带制品。不能再输了，得赶紧找血源。想办法。擦一下。找 A B 型血的人献血。好，知道了。张教授，病人情况怎么样？不好。宫野还没找到，还没有。球迷吧，球迷，你知道什么叫球迷啊？嘿嘿，爱看球就是球迷。球迷啊，分好几类，一种是狂热的，就是有狭隘的地方主义色彩，而另外一种呢，受伤了，你别着急，有危险吗？还不知道，我周大鹏还没有想办办不成的事儿。您到齐了，对，好的，好的，我们马上去。谢谢大家，秀秀现在急需大量输血 ，A B 型的，请大家跟我一块走，快，好，走，走，知道了，快，快。大明，一个打工妹受伤了，急需大量的血。啊？怎么伤的？是见义勇为吗？什么见义勇为？不小心摔的，你就想着重大新闻。好，秀秀，车在这边，快。哎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秀秀不行了，我们献血去。啊，周老板，刚才有位打工妹受伤了，生命很危险，现正在医院抢救呢。我想把歌星行动改为打工妹行动，你捐些钱，我们会尽力为你宣传的，怎么样？小慧，你坑我，打工妹有什么广告价值啊？咱们谈咱们的。哎，打工妹不是广告，可打工妹被城里的人救了，就具有广告价值了，这买卖我们能做。大明，
谈起做买卖，你不如我。可这是条人命啊，我们得支持。这是两码事吧？大明，我们走。哎，小慧，那咱们这事儿……哎，小慧啊，我们退出了，你找别人吧。我回头再跟你联系啊，我给你打电话。大明，快走。哎，我走了，再见，回头联系啊。大明，走啊。小姐，你们老板呢？把他救来。医生，请你快点。顾经理，我来了。哦，赶快到后面排队，快。哎，好的。不知道秀敏现在怎么样？A 型。A 型，怎么又是 A 型？让开，我是 O 型的，我是 O 型的。哎呀，别嚷嚷，请你让开点儿。大夫 ，O 型不是万能血吗？那是一星半点儿，要是大量输血可就不行了。就是同一血型，还要做血交叉试验呢。哎呀，这样也影响我们工作的。我看大家还是回吧。医生，医生，我们是电视台的，需要我们做点什么吗？血，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血。大明，快走。哎，好。急死我了！是是。哎，找到大明了吗？还没呢。不过你放心，他准按点回来。哎，回来回来回来！问题是谁放他出去的啊？拿着公家的机器干私活，这回有他好瞧的。哎，你把大华子给我调来，让他顶大明那台机器，快去！哎，这边请，请进。好，这下可毁了，领导都到了，观众马上就要入场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快去看看。大明，快快快，有人找你。大明，我现在真想杀了你。简单说吧，这个月的奖金呢，你不用惦记。你听我说，有情况。没情况我能找你吗？快准备上岗。有位打工妹受了重伤，急需要找人献血，我们能不能？你不用跟我说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领导都到了，可能吗？这可是条人命啊，她才19岁，血又比较稀少，要是找不到献血的人，他就完了。哎，你怎么走了？我早说过，当官的铁石心肠。你说谁呢你？总得让我请示一下吧。文艺部主任，你们以为我能当多大家啊？请进吧，先休息一下。那怎么办？哎呀，老陈，小慧，小慧，陈书记，陈书记，怎么办？一条人命啊，无论如何比一场音乐会重要。好好好。出字幕，主任。好，出字幕，主任。出字幕，这点小家呀我当了。不，陈书记说了是直播。旭江来了。哎，李哥，你甭跟我来这一套。你以为见义勇为我就不治你？师傅，我告诉你，快快快，看我回头还得麻烦你再跑一趟。哎，快。怎么连一个 AB 型的没有？嗯，谁是孙巧妹啊？是，走到那边去。你是酒店的？是。进酒店前检查过身体吗？查过。抽300cc 行吗？抽吧。你怎么了？我有点怕。别管我，抽吧。谢谢你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这是我们院长。院长，我们是电视台的。你来的太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病人的情况已经很危险了，我们好不容易调来的血又全部流完了。我们马上向社会呼吁，领导决定进行现场直播，插在高雅音乐会的演出过程中。太好了，这不行。来，大家动作快点啊！苏师傅，把2号灯、3号灯灯箱给我。啊，来了，给，快接住。哎，好嘞。大明，准备好了没有？5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。各位观众，现在我们是在铁路医院向您做现场报道。田园大酒店的一位打工妹在工作中不慎受伤，现正在铁路医院进行抢救。院长同志，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好吗？这位打工妹颈部的动脉血管、静脉血管一起被瓷器的碎片切开了，送来的时候已经昏迷，现在血还没有止住，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。
如果他承担不起医疗费用，医院将怎么办？现在我们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，也来不及考虑这个问题。应该说，他个人不可能承担得起这笔费用，这的确是一个问题。但现在是救人，救人是……妈妈，快来看！我们目前最需要的是 A 型的血，如果有足够的血，才能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。救这位打工妹需要花很多钱，这笔钱是不是由你来承担？还有，你的酒店经营状况不好，你该怎么办？我不知道你当时看过没有。不错，我是个生意人，我们饭店经营不好，这也是事实。可是你到那儿看看，你就知道了。在一条人命面前，我觉得不是讲钱的时候。那怎么办呢？谁让我是他的经理，他是我的打工妹呢？摊上，摊上。撒开！这位打工妹，撒出！出！撒！出什么出？我够了！哎，哥也看看，插播一条重要新闻啊！快起来！说什么？五个五，抢救一个四个五，快瞧瞧，快瞧瞧！哎，看他说什么呢？这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，就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来讲，我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。现在主要是血供应不上。院长，再没有血，病人就完了。啊，我去想办法。一定要快啊！医生，等等，医生，请你介绍一下病人现在的情况。病人情况很危险，现在找不到断裂的血管，如果再不能及时输血的话，病人将在短时期内死亡。请问他是什么样的血型 ？AB 型。这种血型在一般人中约占10%，非常稀少。在抢救过程中会不会出现意外？当然会，尤其是对一个动静脉血管被切断的病人，死亡率是很高的。任何一位医生都不能保证病人能在短期内脱离危险。各位观众，抢救虽然没有结果，但我们祝愿这位打工妹能渡过难关。刚才医生的话您都听到了，这位打工妹已危在旦夕。我们呼吁所有 AB 型血的人伸出你们的手，献出你们的爱心。铁路医院在朝城路2号华天大酒店对面。喂，各位观众，请呼谭。让我们回到铁路医院在救人，需要 AB 型的血，我们及时向您报道。请你替他们传呼一下好吗？小朋友，你别急，把话慢慢的说清楚好吗？他们需要 AB 型血。请给妈妈。喂，寻呼台吗？请你们看看电视，铁路医院需要大量的 AB 型血。好的，我们可以马上替你发出信息。角度上讲啊，这裤衩的肥大有利于腹骨之间的血液流动。1926年的时候，巴西和英国的世界杯1/8决赛的时候，背后铲人，铲板，背后铲人。输血啊，救人要紧呐，你快想想办法吧。什么输血不输血的呀，我求求你看完球再说行不行啊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。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上次到崂山去，那个道士怎么说的？说求您记得海牛保级啊。那谁是 AB 型啊？谁是 AB 型？你是什么血型？O 型，球迷都是 O 型啊。
谁是 AB 型？对，他是 AB 型，他是 AB 型，冲啊，冲啊，快传中，冲啊，快！冲啊！快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医院需要你的血去救人呢，咱们走吧，快啊，快！你忘了道士说的，积德行善，还有好吉。快，队长，走吧，别管他了，把他抬出去。马上就好。什么？掉链子了？可能是发动机出了点毛病。我马上就好啊！来，上我的车。哎。哎，着了！哎，着了！哎，我怎么办啊？车走吧。该动的时候动，不该动瞎动啊！哟，奎哥，海子呀！哎，两年不见，肉没长。车也没换啊，哎、对，成，送我回趟家吧。哎，奎哥，我知道你出来了，一直没时间看你，今天不行，我正见义勇为呢。见义勇为啊？就你啊？怎么着？见红了？不是打架，我是见义勇为呢。不见血怎么叫见义勇为啊？在哪儿？带我看看去吧。哎，不行。好好好，走吧。大夫，大夫，献血往哪儿去啊？二楼朝左拐。哎，谢谢啊。怎么回事啊？多大事儿、啊？哎，我说大哥，你们是来献血的吧？哎，喝了我这补药啊，这血马上就能回来。嘿嘿，怎么样？来一瓶。怎么回事？哎、把伤口向左侧拉开。怎么样？还是不行。来，压住。很困难，还是找不到。血管可能缩回颅底，估计要打开下颌骨，必须找到宫野。院长，你看怎么样？人来了不少，可是 AB 型的人还是不多，我还得想办法。小郭，电话。对。生理饮水已经拿来了，知道了。啊！你进去，你妈妈知道吗？你能不能大声点？我听不见。好好好，我记个电话号码。你不知道现在？说吧。各位观众，现在是在铁路医院向您报道，今天晚上。喂，宫野呢？我是吴一梅，他不在家。我是妇女和儿童工作。请问他现在在哪儿？抢救我是。他在哪儿？我怎么知道？林小姐，我和他之间已经没有什么私事了。现在医院里有个垂危病人，需要他来急救。现在你们又想起宫野来了。当初他辞职的时候，为什么没人挽留他？他在哪儿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是继续加强领导，完善制度建设。林小姐，我告诉你，病人现在非常危险，危在旦夕，你懂吗？出了事情，你是要负责任的。你这个人太没有人道了。吴大夫，宫野大夫找到了吗？张教授说，再不来就晚了。先用血维持着，我马上去找他。喂，你好，值班室，请讲。现在有一位打工妹，因为受伤了，失血太多，需要大量的 AB 型血，请求部队给予支持。好，我马上请示首长。报告副司令员，地方酒店一位打工妹受伤，生命垂危，急需大量 AB 型血，请求我们支持。马上通知侦察船员大队组织100名官兵迅速赶往医院。
啊？你们那边怎么样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谢谢你，廖总。哎，廖总，现金取来了。好，凡是献血的，每人300块钱，赶紧发，快。跟我走，快点，来吧，走。小郭，啊。凡是献血的，记下他们的姓名和联系方式。嗯，这事拜托你好好干。放心吧。哎，我是地方上一个女青年，需要我们给她输血。战争年代，人们为抢救我们的伤病员为我们输血；和平年代，我们为人民输血是义不容辞的。听我的命令，一中队上1号车，二中队上2号车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上车，快。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什么？进球了？哎，谁进球？什么？是客队。客队啊！哎，队长，你们快扶住他！哎，让我把针头拔出来。走走走走，哎，把他抬来，抬点，扶住他。扶住，哥，你们抬点。哎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小心台阶。哎，推哥，哎，右边一个。A B 型的，谁是 A B 型的先过来？听见没有 ？A B 型的，哎，穿绿型的就是你。A B 型的过来 ，A B 过来过来。啊，就是，不可能！我检验一下，不可能啊！我绝对不可以关心的。我觉得，哎呦，你干什么？你没事儿，我没关系，哥，验一下你就是。他是 A B 型的，来来来来，同志，你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，来来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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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我小的时候没听说过 A B 型的啊，不太可能啊！我，那我晕血，我打小就晕血。叫什么名字？不是我，把钱准备一下，快去，快去，我好，不不不。不抽行吗？你别怕，没事，别紧张，别紧张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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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代表病人谢谢你。没什么，小意思，应该做的。这不挺好吗？挺好。哎，让一让。对不起，请让一下。还录像。各位观众，这儿是医院的采血室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许多人都在这儿等候献血。他们与受伤者素不相识，却都伸出了援助之手。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陆海子，坐过出租车的人都认识我。我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。哎，快来看，啊，是，那不是你爸吗？请你谈谈你是怎么想的。爸，哎呦，这回你爸可出尽了风头了。男子汉嘛，这儿危险，我来吧。这是您的献血费。还有钱呢？当然了，每个人都有的。爸。哟，快看，一张两张，哎呦，行了，别要了，要什么圈子嘛，圈子，那么多钱呢？这种钱能要吗？这够你爸跑一天的了。当然，当然，我叔叔，哎，什么好叔？我怎么能要这种钱？捐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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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哥，哎，你怎么都给捐了？谢谢。哎呦，瞧你这傻样，你，你不给我们留点儿你？下面报报由青岛上谁啊？期货公司提供的国内主要期货来了。行情评述：郑州一月绿等今日在43,700元期稳后，我来找公爷。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放过他。你想错了，是他舍不得放过我。请你告诉我，他现在在哪儿？病人在等他。我不知道，一条人命快完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我告诉你一点和你有关系的事。如果你今天把事情耽搁的话，那你也就得不到你想要得到的。我了解他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，他去哪儿，从来不告诉我。吴大夫，咱们朝哪儿开啊？去公爷母亲家看看，前面路口往左拐。好嘞。
600cc， 载车好马上送去。好的。 A B 型血，谁是 A B 型血？来来让一下。 A B 型血请过来。有一个，我是 A B 型的，抽我的吧。你是 A B 型？对。请问最近你查过身体吗？查过。在哪儿？劳改医院。你们就抽吧，我出来的时候刚查过，没事儿。哎呀，抽吧抽吧。你管人家有什么用？人就是要救人要紧。哎，同志，请让一下。我们又看到一位志愿献血者，请问你是田园大酒店的员工吗？我。不是。那么你是哪个单位的？我没工作。你是为钱来献血吗？不是。你没工作还来献血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怎么想的？我也没怎么想啊，这不他需要血吗？我呢又正好是 AB 型的，所以就来了。请问你家里人知道你来吗？不知道。他们会支持你吗？我想会的吧。各位观众，现在是晚上9:32，急救室里的抢救工作还在进行。据最新消息，断裂的血管仍未找到。这位打工妹目前已经输入血浆5000多毫升，液体9000多毫升，生命仍处极度危险之中。血压持续这么低，时间长了会出现脑水肿，要快。知道。控制出血，压住。好的。怎么样？再试一次。钳子。张教授，血压已经降到7000帕。钳子。6000帕。5000帕。张教授，病人尿量减少，尿里蛋白3个加号，红细胞3个加号，已经出现肾衰了。病人出现抽风，注意。找不到，还是找不到。院长，血浆没有了。各位观众，由于病人 AB 血型比较稀少，献血量不足，许多人又开始了第二次献血。来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来抽我的吧，我刚化验过。来吧。你已经抽过300cc 了，不能再抽了。你就别管了，我死不了，抽吧。你好，我是电视台的，请你说两句吧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也是来献血的啊？是啊，可我不是 AB 型，这不我就捐了点钱，人家还不要。谢谢你。请问你是哪个单位？涛涛，我是涛涛，快起来，你快看，进行了第二次献血，爸爸在救人呢，他在给别人献血。你关天吗？我想只要是人都会晕血，哪有见死不救的？你说是吧？爸爸，车前列队，动作快。这是王院长。王院长，警备区传音大队93名官兵赶来献血，就这事。校长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你带部队去采血室。下箭。哎，好的。干，向左转，右转，跑步走。这位就是酒店的经理，廖伟。你好。现在我手头紧，献血补助我尽快。我们的血不要钱。这边站，好，快点。好的，来来来，哎，啊，这边，这边，分两排站立。哎，师傅，体育场今晚有比赛吗？有啊，今天海牛队最后一个主场。师傅，去体育场。帮我一下。要不要
找个人替你一下。没事，这样下去不死于肾衰竭也会因脑缺血而死亡。他才19岁。公爷找到了没有？是不是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想起我呢？当你逃避家庭责任的时候，你不是一直说你的价值只体现在医学上吗？是啊，所以我说分什么样的时候。在医院里我是一个红包大夫，可医院还必须承认我在医学上的价值。怎么样，他们愿意出多少钱呢？你去和他们谈吧。哼，谈谈病人的情况吧。什么？还落后一个球啊！还有多少时间？啊，5分钟！哎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你给我顶住，这球迷顶住！我预料，这汤乐普的补射和杨伟健的远射，肯定没问题，能扳回来。谁来了？哎哎啊！哎，大伯，下车吧。奥迪呢？你啥呀？武警。来了那么多人呢，4、5、6个，这装那么多人，这车的啊，还是武警啊？啊，假的，假武警，没错。哎，救护车又来一个救护车啊！又谁这是？哟，专家来了！哎，专家来了，来走去看看去，看看去，有希望了。咱们看看吧。让开，让开！病人家属来了。病人颈动脉隔断，血管缩回颅底，必须打开下颌骨找到血管。出血的位置在这儿，很深。我看看，孩子，完了，扶着钳子。估计断裂的血管是在这个位置，这儿知道了。病人家属在吗？需要谈谈。我去准备一下。我去谈。病人的颈外动脉、颈外静脉和颈内静脉已经全部被切断，断裂的血管已经回缩到颅底内。另外，在病人的气管上已经有一个穿破的大洞，病人现在已经出现了肾衰竭，
必须马上进行下颌骨打开手术，寻找回缩的血管。根据病人现在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会有两种可能出现：第一，手术中突然死亡；第二，由于大脑长期的缺血，变成植物人。大夫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？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好好的闺女送到城里头来，成了这个样子吗？大爷，我不是已经告诉您了吗？就是在工作中受的伤。我听你说，我闺女怎么说？好，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来争这个。如果病人家属同意的话，就请签字吧。大爷，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，先弄手术吧。我不签，我得知道我闺女到底怎么回事。大爷，您再不签字，秀秀就没命了。我不签，孩子要死了，我上哪儿讨公道啊？不签字，手术没法做。给我吧。你要代签吗？后果很严重的。要是不马上手术，会怎么样？病人很快就会死亡。他已经够运气的了，坚持了三个多小时。拜托了。哎，林慧，你陪老人家坐会儿，我出去走走。哎，你别跑。我不会跑的，我到外边筹点钱来，人家医院到现在连个钱字都没提呢。林慧，你的电话，我电池没电了，你陪他坐会儿。10万也行啊。对，我要的可是现金啊，最好明天能拿到手。廖伟，那好，先这样，再见。找你可真难呐。大鹏，咱们闲话少说，你欠我们的27万已经到期了，该还了吧。我知道到期了，大鹏。我知道，可你听我说啊。我知道困难，现在谁不困难呢？我不是来听你诉苦的，我来告诉你一声，起诉书我们已经写好了，3天之内如果你还不还钱，我就上法院去告了。我现在没钱，还准备再借钱呢。看到楼下正在抢救那个病人了吗？他是我们饭店。我知道，刚才我到你店里去过。现在人怎么样？不知道，请了个专家，他告诉我可能死，也可能成个植物人，永远起不来了。你在手术单上签字了？签了。不签我怎么办？你啊，够你受的，活该。我知道，可我怎么办？那是条人命。你到急诊室门口看看，你就知道了。不瞒你说，我经常琢磨，就像咱们这么瞎折腾，今天腰缠万贯，明天负债累累，连他妈个囫囵觉都睡不了，为什么呀？啊？就真像咱们说的，男子汉就应该成就一番事业，有成就感。可是成就感就真的他妈这么重要吗？为了这些，我们他妈丢了多少东西？友情，还有他妈良知。今天就在急诊室门口，就由不得你了。认了吧。你起诉吧，我得去筹钱。不过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救那个女孩。就这样吧，大鹏，我随时等着，等着上法庭。现在是9:52，本市著名口腔科专家龚野红大夫正在为病人实施血管吻合手术。准备手术衣，系好手套。知道。酒精消毒。知道。
请问院长，宫野大夫的手术有多大的把握？很难预料，但会尽力的。就这样。啊，谢谢院长。据了解，病人已经输入血浆9000多毫升，液体近15000毫升。由于部队战士的及时赶到，血浆得到了一定的保障。源源不断的鲜血从陌生人的血管里流出，流进了这位普通大宫妹的身体。这么晚了还给你打电话，我遇上麻烦了，需要你的帮助。对，贷笔款，马上。10万也行啊，我以我的酒店做抵押。对，好，那我等你的消息。好，谢谢。廖总，我想来问一句，我还能回酒店干活吗？不行。哎，乔妹，你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，留下来不大好。你去找宋老板，下一步我准备和他联营。你先拿着这个，明天我再给他打电话。他有个有病的孩子，去了别添麻烦，好好干。要自爱。嗯。要不钱？钳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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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缝合针。准备剪子，护士。止住了。准备缝合，动作要快。注意观察生命体征。是。各位观众，病人王凡秀的血已经止住，虽然他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，可手术已有了突破性进展。哎，大伯，今天晚上这么多人都投入了抢救你女儿的行动，现在您跟我们说几句吧。啊，没什么说的了。秀秀这孩子，他有福啊，都让他给碰上了。要是能救活，哎。让他好好干活，报答天底下所有的好人。要是救不活，俺也没二话。那是他的命。俺和秀秀他娘，还有他瞎奶奶，还有他弟弟，给天底下的好人磕一磕了。哎，别这样，谢谢了，谢谢了，谢谢。
真是大夫，大夫，你别这样，快起来，你让我们磕吧，这是人家的规矩。别这样，是是是，大夫，起来呀，快起来吧。你别说，是你们救了俺秀秀，救了俺们全家。大伯，快起来吧！啊，多谢谢好人，谢谢了，谢谢好人的。爸爸，谢谢你。明天中午带甜甜一起吃饭吧。忘了，八月份你上医院献血去。我献过血，救了一个打工妹，你献了300cc 呢。哦，怪不得那天我指挥无力呢，我抽血了。兄弟，海牛降级了。嗯，是一场好球，可还是降级。对，海牛是降级了，可咱救了一个打工妹，我还得了一个文明标兵。打工妹他活了吗？活了，活蹦乱跳的。他是球迷吗？估计不是。那不成，那血不是白抽了吗？哎，哥几个，咱们一定要把他弄成一个球迷，怎么样？哎，那个歌星的事儿已经办了吧？我已经说了，上海的张教授是我的导师，做这方面的手术是很有把握的，而且我也跟他打了招呼。你们的广告上不是也说已经送上海手术了吗？哎呀，那个时候哪会想到他得的真是癌。这起码说明你们的广告是真实的。现在人怎么样？缠上我了，表背。哎，你不是已经找人给他写歌了吗？都得口腔癌了还怎么唱啊。哎，郭爷，这里花不少钱吧？我想不多，对你来说一点都不多。哎呀，多也得花呀。阿红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先走吧。好啊。啊，周先生，以后请我吃饭别跟绑架似的。哎，什么话。再见啊。这边走，走这边。哎，哪儿？我这儿。哎，就是他，他就是秀秀啊。你就是秀秀啊。没错。哎，秀秀，这身体怎么样？哎，下个礼拜跟我们看球去吧。对，咱们一块儿，我保证球队组委也成一个超级女球迷。